抢你，做工不要太过分，你给我等着。你看你吃东西的时候，我怎么抢你的？本来给你买完牛腿骨，你以后都别想吃了。先放锅里煮会儿，煮好了再放进烤箱里面烤一烤。能有新鲜吗？还有个喜马榜的，都是趁着未评会周年庆入的，价格比千层子还精细。你趁着这么子儿了，现在干了还来点水龙头喝水的吗？上班换了可方便了。外面来，你不敢往老马，你上卫生所，你可会的电瓶子需挑掉，我给你买单。来吧，师傅都做好了。Oh, my God.